人卑鄙很坚强，曾经平静过，突然地变了绝唱。同一个名和姓，身份不再一样，赢一次硬仗，注定难免有创伤。数十次问了没回答，战士却像一触即发，美梦里乐园没法可以到达，路途就如没抉择，看着你就算没回答，我亦领会心底挣扎，我共你换问世，那需要一句对白，任由俗世去揣测，紧靠与对立。冇嘢俾我太太同我女更加紧要，如果揾唔翻佢哋嘅话，我会选择退选。屋企人嘅安全永远都系最重要，你放心，我哋一定可以帮你揾到佢哋。喂，你要救搞我啊？你唔好救我孙啊！好简单，放咗李天岳嘅屋企人。爹哋，老公，冇事，唔使惊。我只系知道佢令红撑腰之后，佢之前佢升得好快，真系过我头噶啦！一个礼拜后，一个礼拜之后，我要令红一剑正法。谢我收到消息啊，政府将会发展北大屿山嘅。嗱，呢个 project 咧系政府历年嚟最大嘅。只要我哋同新上任嘅发展局常任秘书长搞咗关系，俾啲甜头佢，哇！到时如果中咗标嘅话，发个猪头饼啊！爹哋，万一佢乜都唔贪嘅话，我哋咪企咗喺度，乜都做唔到。咁样唔使担心喎。先有几日我喺 party 识咗个老婆，我仲氹佢重锤买咗我哋有份嘅股票。到其时只要做啲手脚，等佢炒窿股咯，咁佢咪要扑水填氹咯？哇！阿姨姐，我真系好耐冇同你咁夹喎。照咁睇，咁即系北大屿山呢个计划，我哋嚼硬喎。攞到呢个 project 当然系好，但系唔可以收买个秘书长，更加唔可以打人哋太太嘅主意。我希望以后我哋领事做生意嘅方针可以重回正轨，唔好再用一啲非法嘅手段帮公司谋取利益。大姐啊，你不嬲用开呢方法嘅咧，咩问题啫？问题未出现，唔等于冇问题。如果正式咁同人哋一齐竞投嘅话，盏费时失事噶咋，用多好多人手噶嘛，咁唔紧要啊。最惨咪未必投得到啊嘛，就算投到啊，我哋赚少好多噶啫。虽然系赚少咗，但系对于将来带嚟嘅麻烦，对公司造成嘅伤害，亦都会少咗。一于咁决定。你话点就点啦，阿姐。不过如果真系用多咗人手嘅话，咁最惨依家 Vicky 又唔喺我身边啊嘛，我边有咁多人手咧？大姑妈，不如我帮爹哋手啊。Anthony， 你嘅身体状况点？冇问题，横掂爹哋依家冇 Vicky 帮手，我都应该出翻分力。好，既然你有信心，就交俾你。多谢大姑妈。大家快啲准备好啦，我哋嘅二人三足好快就开始啦。女啊，你咪想玩啊？嗯。有冇信心先？有。你之前有冇试过啊？唔系啊，你未玩过啊？黐线噶！我一出世已经识揸枪噶啦，点会玩啲咁无聊嘅嘢啊？关揸枪咩事？咁即系未玩过啦，系咪啊？一齐啊！喂，做紧嘢噶？不是做紧嘢啊嘛，做紧嘢先要贴身保护啊嘛，行啦。喂！我喊可以赢啊！忙紧啦，忙紧啦。边度可以赢？啊 ！Sorry 啊，你有冇事啊？唔舒服啊！吓，快啲起身啦！李生，恭喜晒！唔该晒，唔该晒，唔该晒，你叻女喎！爹哋，爹哋，我哋去攞奖品啦！好啊，爹哋抱你去，呀，出发！啊，
啲小朋友真係好得意啊！咁中意嘅都可以生翻個噶，關你鬼事！大家研究一下啫。其實做女人嘅冇嘢開心得過有個幸福嘅家庭嘅，係咪？我知道你想講咩喎，不過唔好意思啊，唔啱聽。啱聽嘅嘢未必一定係啱嘅，其實最重要咧係你嘅選擇。你可以選擇自己屋企啦，亦都可以選擇自己嘅生活。問題係你願唔願意啫。今日唔做 hitman 做咩咧？除咗打打殺殺之外咧，我咩都唔識噶咯喎。咁況且咧，我條命係令小姐救翻嚟嘅，我係有責任保護佢嘅。咁呢個世界又唔係得你一個 hitman， 唔係話冇咗你唔得嘅。只要你肯改變，冇嘢難得到你。你又唔係我，你梗係講得輕鬆啦。咁我講令小姐啊，我諗你嘅困難唔大過令小姐啦啩。佢點解要冒住生命危險要放棄以前嘅生活？就因為佢知道，如果繼續咁行落去，佢屋企人唔會得到幸福。你同佢都一樣啫嘛。信我啊！只要你有信心，冇嘢做唔到嘅。無論遇到咩困難都好，我都係一步一步，好似頭先玩二人三足咁，同你一齊行。你最中意嘅即食面啊！嗱，你睇下，我用咗紅棗啦、杞子啦嚟燉雞嘅即食面喎。仲有啊，啲面你睇下，用水過過噶，係咪好香咧？健康好多噶，試下。咁 fusion 得唔得㗎？我覺得你食到停唔到口啊！是但啦。喂，裏邊啊，你搞咩啊？一睇就知你碗面啊，淡茂茂啦。喂，你加咗啲咪唔健康咯？食面嘅目的就系唔健康噶啦。哎呀，你搞到咁啊，咪违背咗食面嘅目的咯。我煮得咁辛苦都系为咗健康啫。喂，做咩啊？喂，哎呀，咁都冇影嘅。又用埋啲咩招数？喂，食还食啊？食完唔好即刻瞓啊！听唔听到啊？你话会应？阿欣系咪好难捉我啊？嗱，其实咧，我唔系干涉你哋感情嘅事，不过。我想告诉你，我真的是一个杀手。一个杀手有了感情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我知道他是一个杀手，所以我就想留在他身边保护他咯。我希望他可以脱离以前的世界，做一个普通人。你做到我会替阿欣开心，但绝对不容易。因为你的出现对阿欣来说是一种牵挂。我担心你未改变到他，他已受到伤害。不过而家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启澄，我知道你好喜意花，所以到时两边都会摆满你最喜意的白色玫瑰。当然台上面都是到时我哋两个就企喺呢度，接受所有亲友嘅祝福。Kenta， 我知道你爹哋好中意热闹，
所以到時我安排了很多魚子醬和香檳，招呼所有的親朋戚友。最重要的是我請了一隊band，希望當日可以和我最靚的新娘子跳第一隻舞。美艾，多谢你，我送你回来了，这也要多谢你，为我准备了那么多东西，我真的要多谢你。你今天都忙了整天了，快回去休息一下。不过回去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想给你看，过来。希望我没有选错，不会令你失望。马尔代夫，如果你不喜欢今天的安排，其实我们两个可以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静静地结婚，过一个只有你和我的婚礼。够了，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事，其实我没有所谓的，无论去哪里怎么安排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。多谢你，傻妹。你真的没看错，是这样的。喂，网友找 Cage 找成怎样？那些人说见到 Ken 和 Cage 去试婚纱。啊？他跟 Ken 结婚这么大的事没听他说过的？不用审，一定是 Ken 知道 Cage 最近跟我们关系不好，在那里搞婚纱，不跟我们说。又似你啊。宁家以为我不出声就得寸进尺。点啊，细佬，搞成点？万事俱备，领事嘅日子应该差唔多。好，我要佢一铺千代。欢迎，掌声掌声啊！恭喜大表哥同未来大表嫂。恭喜你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喂，你哋嘅婚礼咧，一定要有咁大搞咁大，揾埋啲国际巨星嚟撑一场啊 ！Kent， 有冇谂过个婚礼点搞啊？其实我已经有几个 idea 噶啦，不过都系等阿 Kate 决定。Kate， 咁你拣咗好日子未啊？未啊，都系等阿 Kent 话事啊。结婚咁大件事，点可以求求其其噶？一定要择一个良辰吉日，咁就利利时时咁啊！嚟，坐。Kate。唔使担心，我哋屋企一早就当咗你系自己人。我恨饮呢杯新抱茶，恨咗好耐。今日我真系好开心。系咯，如果想大姑妈再开心啲，好简单啫，只要你三年抱两，生到全屋都系小朋友，咁咪好热闹咯。咁睇嚟我哋间屋好快唔够住啦，老公啊，咁你要做嘢啦。冇问题，嗱，听日咧我走去投块地。起定間屋唔遲噶，凌小姐，有件事你要即刻處理。Vicky 出咗事，大姑媽，大姑媽救我，大姑媽 ，Vicky 咩事啊？我搞到黑龍幫幫咗情婦，佢哋俾面你唔曬過住。大姑媽，你今晚一定要幫我投一餐碟佢，你快救我，大姑媽。Vicky， 大姑媽 ，Vicky 真系唔生性噶，去到台灣搞壇咁嘅嘢。你收聲啦，好唔好啊？阿姐，你一定要過台灣救翻 Vicky 翻嚟啊！我知道你同黑龍幫幫主天爺咧，大家識咗幾廿年噶啦嘛，一定有偈傾嘅，你一定有辦法噶，係咪？我
净系得翻呢粒仔可以做到嘢噶咋？阿红 ，Vicky 唔会有事噶嗬？唔使担心，我有分数。上珠宝，天爷，我系令红。不是，帮主不会接你电话。如果今晚你不过来，准备收尸吧。一日揾唔到天爷证实，一日都唔知 Vicky 件事系真定系假。阿妈，台湾唔系我哋嘅地方，我哋贸然过去会有危险噶。咁多年嚟，伟爷一直想坐定小姐你个位，以佢性格，一定会心塞嘅。可能系佢设嘅局。如果系伟爷设嘅杀局 ，Vicky 真系更加危险，唔可以俾屋企人有事啊！即刻安排私人飞机，我哋一个钟头之后出发。知道。爹哋，爹哋 send 咗好多 message 俾你都冇复到，你知唔知爹哋几担心你啊？我发散晒啲人周围查，先知道你搬咗嚟呢度。Sorry 啊，爹哋，我唔想介入韦家嘅事，所以搬咗过嚟。爹哋当然明白，但系结婚咁大件事，点解唔通知爹哋一声？放心啦，最紧要你中意。爹哋唔会反对你呢头婚事嘅，但系爹哋最憎就系令家自把自为，不可一世。呢度仲影爹几好嗱，有咩事嘅，叫出边嘅人帮你做得噶啦，我先走。爹哋，点解你无端端要派人嚟保护我？你系我个女啊嘛，我喺外面咁多牙齿印。你一个女仔喺度好危险嘅，你唔系派人嚟保护我，你系派人嚟监视我。哎呀，乖女啊，你谂多咗咯。爹哋啊，你听我讲啊，你唔好再做一啲伤害我哋两家人嘅事啦，好唔好？你而家收手仲嚟得迟，听我讲啊。嚟嚟嚟，嗱，唔好乱咁讲嘢。爹哋知道你挂住结婚嗰啲事，好攰噶啦。嗱，早啲冲个凉，早啲休息啊。啊，乖，我走。好好地預算啫，明白明白。好，息息，林小姐，我朋友話天爺而家喺京兆雲，即刻過去。收到。我们是来找天爷的，你们是谁？我是令兄，是天爷约我们来的。他们是天爷的客人，让他们进去。不好意思，令小姐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请麻烦先把枪械给交出来。请。天爷。令小姐，做咩嚟台湾都唔事先通知我一声啊？吓，坐坐坐坐坐，唔使客气啦，天爷。希望你念在多年嘅交情嘅份上，放我儿生一马。哦，我唔明你讲乜嘢喎？我嘅儿生令家就因为同你嘅情妇有染，俾你捉咗。有啲咁嘅事咩？你喺边度听翻嚟噶？系我表哥自己亲自打俾我妈噶。咁就奇怪啦，一件咁严重嘅事。点解唔事先打俾我印证一下咧？我有打过，不过你嘅人话你唔肯听我电话，要我亲自嚟见你。令小姐，麻烦你再打一次俾我。点解要咁做？小心，小心啊！
谢谢，我朋友惊唔讲，帮我哋准备一只船翻香港。天爷喺台湾举足轻重，黑白两道都好尊重佢。今次嘅事，警方一定会喺机场加派人手，并且喺主要嘅路段摆路障。交通消息：往桃园机场、中山机场嘅主干道设有路障，福尔摩沙高速中山高速亦有路障。已经摆晒人喺主要干道，叶先生行八得路。 应该有机会避得开。收到。前面有 robot。我哋俾人发现咗。附近有夜线。 点差？给我收。6点钟2个100米，12点钟2个80米，坐低食啲嘢先。 冇事啊嘛，冇事。冇事。易先生，易先生中咗槍，流好多血啊！阿欣，我揿上伤口，翻咗去基隆讲。阿欣啊，即刻要揾个地方同阿易先生急救先。阿杰啊，你住喺台湾咁耐，有冇地方啊？ 有啊，微姨咧有间吉屋噶，喺青铜嗰度，因为佢个朋友咧问佢借咗钱攞嚟做抵押噶，不如我哋去嗰度啊。阿 Ken， 我哋即刻去。系。叶先生，顶住。叶小姐，我怕我以后保护唔到你。
冇咁样讲，我哋咩风浪未见过，你会冇事噶。杰啊，喺呢度噶啦嘛，呢条路啱噶，就快到啦，顶住叶先生。我已经来到台湾，你在哪里？ Sorry。应该喺呢度啊！妈，小心！阿伯雷先生，顶住！小心，先生！快啲买梳化！顶住，先生！顶住，先生！叶先生，顶住！佢而家流血不止啊！再唔攞翻子弹出嚟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但呢个咩医疗设施都冇，好容易受感染噶。全台湾都挂紧我哋，我哋唔去得医院，唔理得咁多，周围查下，睇有冇嘢帮佢急救。易先生，而家系欣同你攞子弹出嚟，你忍住，勒住皮带，压实大动脉，三、二、一。叶先生顶住啊！点啊？揾到未啊？未啫。阿英，我信你，继续。顶住啊！冇谂啦你。咁陰毒，穿埋黑龍幫副幫主嚟扇我哋，搞到我哋俾全台灣嘅黑幫追殺。Sorry 啊媽，做咩事講對唔住？你唔需要為偉爺嘅事業負責，而家唔需要，就算將來同阿 K 結咗婚，都唔需要。凌小姐啊，唔好怪我多事。雖然而家係冇證據，但一睇就知道係 Ricky 夾埋偉爺設一個局，引我哋嚟台灣嘅。希望大家估錯啦。你係咪青銅啊？我喺附近想見你啊。有乜事啊 ，Ken？ 阿 Case 嚟咗台灣，而家喺附近。佢點知我哋喺度㗎？係咯。我哋平時用 GPS 定位 locate 對方嘅位置，雖然我頭先刪咗，但佢都追蹤到你。你要去接佢。呢件事同伟爷有关，如果将佢牵涉入嚟，我惊佢会好尴尬。我当然明白，
但系以阿 Kate 嘅性格，如果佢决定咗，佢就唔会改变嘅。你唔去揾佢，佢可能抄晒成个山头都要揾到我哋，咁样佢仲危险。你系佢未婚夫，有责任要保护佢。GPS 啊！你知唔知我好担心你啊 ？Sorry，Sorry。Kate， 今次系伟爷设嘅杀局，点解佢会俾你嚟嘅 ？Daddy 佢困住咗我，系我自己偷走过嚟噶。你爹哋就系知道有危险先困住你，你唔应该出嚟嘅。就系因为有危险，我先至要过嚟。因为有我喺度，我两个阿哥先至唔会落手。而家唔单止你阿哥，整个台湾嘅黑帮都想我哋死啊！所以你唔应该嚟。系你话要同我结婚，系你想我成为令家嘅一份子。而家令家有事，你就叫我唔好嚟，唔好插手。咁我哋仲系一家人咩？我知道你担心我嘅安全。怕我身份尴尬，但其实由我哋拍拖嗰一刻开始，我哋就预咗噶啦。既然个天要我哋喺埋一齐，我哋就要互相扶持。将来我会唔会成为令家嘅人，我唔知。我净系知道，我绝对唔会俾你有事。边个话做唔到令家新抱啊？就算阿 Ken 肯，我都唔制。争在你会唔会嫌呢度太简单？不如就打铁趁热。今日就喺呢度结婚，妈，你讲真噶？我是讲笑咩？你睇下易先生，人生无常，其实今日唔知听日会发生啲咩事。既然你情投意合，不如就做咗佢，将来冇机会，后悔都太迟。李小姐讲得啱啦，喂，就而家。嗱 ，Ken， 阿妈都开到声啦，你冇理由 say no 噶。嗱，虽然呢度简陋啲，但系放心，我同阿欣。一齐同你搞个世纪大婚礼嘅，喂，搵埋成间屋啊，得两支蜡烛咋，不过简简单单仲好啦，够浪漫。Kent， 阿妈其实一直都好想帮你搞一个好隆重嘅婚礼，估唔到而家会变成咁。你唔好怪阿妈帮你做呢个决定。妈，你唔好咁讲啦，我觉得自己已经好彩噶啦。我同你有冇血缘嘅关系，但一直以嚟你都咁锡我，而家仲多咗个咁好嘅兄弟。妈，我同阿 K 姐以后一定会好好咁孝顺你。系，你唔好讲到好似入赘咁啦，唔使咁沉重。有我哋咁多人喺度同你做见证，你应该开心先啱噶嘛。新娘子到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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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都几有谂头喎。使乜讲？真系整得几靓喎。诶，冇讲咁多。姊妹利是99999999，如果唔系咧，我系唔会将佢交俾你嘅。放心啦，我翻到香港写张 check 俾你，任你填。Yes。送俾你。奢华地级高堂即系父母，即系拜我妈啊！你唔识攞嚟啊？你行开啦。
sorry 啊，林小姐。 二拜高堂，夫妻交拜。你今晚好靓啊，玲太。你都好靓仔啊，玲生。心悒动心。动乜嘢？你估系你咩？ 要錫錫，錫完之後再敬茶俾我媽。嘿，咁嚟嚟嚟，嚟個世紀之吻啦！喂，飯幾多出啊？錫夠未啊？ 妈，饮茶。喂，妈，饮茶。喂，阿妈祝你两个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多谢阿妈。 我就话你两个应该多啲时间行埋一齐，帮令家开枝散叶。咁就洞房。喂，阿 K 姐同阿 Ken 姐好似洞房嗰啲声喎。 佢哋而家就疏忽啦，我见你头先好似好羡慕佢哋咁喎。边有羡慕啊？一个人不自己自由自在。好听就叫自由自在啫，唔好听啲叫孤零零啊！你唔觉得好遗憾嘅咩？唉，例如啊，有女朋友啊，咁真系好遗憾喎。 我咁唔系好似以前咁咯。如果你想要嘅，我都可以俾你嘅。哇，你好变态啊！唔系说啲咁嘅嘢。喂，我谂住你冻俾啲温暖你啫。温暖都话唔变态，你先变态啦，买邪嘢。令雄这个婆娘，天爷跟他交往十多年，竟然肯下毒手。 现在黑龙帮群龙无首，就由阿生带领吧。北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问题。阿生啊，尽快把令兄给我抓回来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给天爷讨回公道。知道。 谢谢啦！如果你解决埋令雄，我哋找埋美素俾你。唉，这绝对不是问题啊！你们大可放心。不过你们这招借刀杀人真的是蛮厉害的，让令先生先假装出事，再把令雄骗到台湾，将天爷的死家伙在他的身上，厉害啊！天衣无缝啊！啊！我大姑妈最重亲情，佢知道我出事一定嚟救我。 今次全靠你啦！只要令雄一死，令氏主席呢个位，你闯硬都得啦。睇怕冇咁易，大班人争呢个位，二姑妈阿 Ken， 仲有个高子健，个个都候住呢个位。放心，到时我阿爸做咗同盟嘅话事人，几时都有地反对。今日靠晒你，阿伟爷啦，嚟嚟，总之以后有钱齐齐揾啊，嚟。 喂，啊，好，知道了。点啊？系咪好消息？我的警察朋友收到消息，说发现他们车子了。看来这次令雄是插翅也难飞了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宇宙你计划成功，来，干杯！系啊，干杯！<笑>
冇事啊嘛，冇事，走啦，小心。妈，妈，残忍且亲伤，令人或者咩咧？唔得，你仲唔急？人都要来啦，你听啦。咩叫水血交融啊？我哋黐熟咗啦。水血交融，下下成日都系，唉，都唔知佢讲乜。不过我最憎咧就系令家，个令小姐啊嘛，我知啊。自问了没回答，小事却像一触即发，美梦里落雨。